在凳子上，手持一本成语大全。讲课可是背过的吗？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。小兔，你怎么了？小兔，给我起来！睡，整睡睡。你再不好好学习，看你以后怎么睡得着呢？什么地方？凭小兔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，你们也要帮助小兔。我不喜欢学什么成语，但是有游戏玩我就顶整了。我也喜欢玩游戏。安静。这两关都与成语有关，希望能送你进入成语世界。成语故事里有二师一代表大灰狼和小狐狸从中破坏。任务是要让这两个成语故事顺利的进行下去，明白了吗？一起啊，大灰狼和小狐狸。坚持爱和真实的队伍，会有美丽的反派人物。我大灰狼，我小狐狸，跨过成语世界里的两个人是。白色的未来有光明的明天在等待。啊呜。这种好
又不傻，怎么可以斗气撞树呢？咱们就来个跑步比赛，你和兔子比谁跑得快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等等，这就是大灰狼和小狐狸的鬼主意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不去，大灰狼一定不会甘休。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
在这里是不是代表我再也不能看到成语啦？哈哈，你好像有些舍不得。来，让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你是谁？我是你。我？对，我是在这个梦里世界，而你是在你的现实世界。你梦境世界，我现实世界，不懂。是智者让我们交换，所以你知道学习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我要的快乐其实就在我身边，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也一样可以飞，可以自由，可以快乐的生活。对，现在我们该交换。好，谢谢中班同学。